那人家医生叔叔怎么说的？你不吃怎么好呢？妈妈，我不想吃啊。哎，妈妈给你看，很小很小，你吃进去都没有感觉的。哥哥，爸爸喂你吃好不好？不要。浩浩，你看啊，叔叔给你举高高，是不是？都按你的来了，咱们现在乖乖的把药吃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听话，把药吃了，吃完了，外婆就给你吃苹果，嗯、甜的。你这有点欺负人了啊！你再不吃，妈妈真急眼了啊！妈妈生气了啊！乖乖把药吃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哥又不吃药了？又乖了是不是？这么有乖啊？你跟干妈说说，你多不听话，你吃不吃？这这么小能哭到哪去？一人拿一个。你要吃好了，干妈带你去酒吧玩，喝酒去，真的。那干妈陪你一块吃行不行？你吃了，干妈也吃。那我先吃行不行？三二一。你看人家，你呢？我看看你呢。这你怎么能瞎吃？干妈都吃完了，你是不是要吃啊？你是不是要吃？来救一下啊！一二三，哎，来了，结束了啊！吃完了，结束了。你看艰难的时光结束了，乖乖，多飒呀！真勇敢了啊！来，再喝口水。好了，听话啊！好了啊，宝贝儿。你看今天的艰难时刻结束了。何总怎么就这几件衣服呀？这几件都多，都穿里边的。人医院不是只让穿病号服吗？那我给他买那几件小裙子呢？再不穿都小了。都放家落灰呗。没事儿，等和好了，我再给他买新的。诺，别说了，别劝了。我现在心里就一件事，保住命就行。妈妈在这儿，何总，何总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！请问你这需要马上止血，你们让刚刚还好好的呢，你们去让开，快点！来，家属到外面等啊，谢谢。放手，快放手！家长都冷静，都冷静一点。抓紧时间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刚刚好好的，就一根烟的功夫吗？这不是？怎么弄？什么？雨诺，没事。雨诺，你都挺住了啊！这外婆出来还得找你呢啊！没事了，何何不会有事的，不会的。一根烟的功夫，我操！没事了，能出来。没事，能出来。不会的，你挺住了啊！一会儿何叔还找你呢。完了，妈，你不能打他。别慌。别慌。高医生怎么样？你们先不用着急，何何的情况呢已经控制住了，不用担心啊。一会儿你们到办公室来的。好。孩子呢？来
家属让一让，先送孩子回病房啊。赫赫怎么样？暂时稳定住了。